大家好，我是 Patricia， 好久不见呀，你们的月更美甲博主终于又更新了。我又做猫眼啦，其实这款素材拍了好久了，但我一直犯懒，竟拖到快入冬了，赶紧抓住秋季的尾巴把视频剪好。 OK， 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做法吧。